内部天后宫，古早味透天，位于内部闹区，商家众多，采买便利，但我们的住家宁静不吵杂，是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，且临八米路，车辆进出方便。古早味意味住一份复古氛围，因为长时间未居住，墙壁多了壁癌等问题，需要全面的整理和装修，这部分就交给有美感的您自行规划。因为深间一楼可以增加孝亲房，方便长者起居。厨房的壁砖是否很有特色呀？这里将成为您的巧手和品味的展示场。我们的房子三面采光，通风舒爽，往二楼天花板高不压迫，让整个空间更加开阔，同时也增加了居住的舒适度。二楼为清隔间，可以轻松依照需求做变更，设计二个房间加上开放式厅、阅读室，也是不错的规划。这房子可以让您自由发挥，打造出个性化的居家风格，邻居敦亲睦邻，好相处，充满人情味的好所在。地形方方正正，招财纳福，后阳台有一个小厕所，当然啦，重新整理过使用会更舒服。地砖还不错，充满复古气息。接着往顶楼，顶楼为二个开放空间，合改二个房间，小家庭三代同堂都够住。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，房子要多好都有，但要符合本身的需求或预算，可以先求有再求好。拥有一间属于自己名字的房子，让心里踏实有安全感，工作家庭也会顺利。此物件为本公司独家销售，保障交易安全，快来电赏屋，专人为您服务。